你是一个小屁孩，你才是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爸爸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那个不要拿哦，等一下掉下去会破整个地上哦。那个老掉到地上会破掉哦，那是玻璃的哦。那个是什么东西？玻璃。是灯泡。可是这个跟我们这里的不一样啊。哦、对啊，它是灯泡啊，是玻璃的啊。玻璃破掉会割到手。嗯。会割到手哦。会流血吗？好，那我们走去前面再看。流血吗？你说会不会呢？会吗？会吗？会啊。会啊。那这里有很多种锁头。嗯。有很多种锁头，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。对啊，这有星星呢。嗯。好，再往前面看。有三角形。这里还有什么呢？哇，这里有很多的香水哦。哇，这间太大了吧？这个是什么？你看，这个是，呵呵哈，白铁管呢。不是后还有不是剑吗？哦、这边卖好多种东西哦。对呀、啊，因为要让人家嘛。爸爸，爸爸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爸爸，爸爸，爸在做什么？哦，要来放一个这个肥皂盒。对呀、啊，买一个这个肥皂盒，不然我们浴室那个肥皂盒又一直掉下来。嗯。哦，一直掉，太讨厌了。哦，好多种东西呀、啊。爸爸还有这一个。那还有什么？我们有这个。对呀、啊，那个还可以放东西的啊。对呀、啊。让我来找一个有没有放拖把的。对呀、啊，放拖把的啊。放啊把。不是放粑粑的啊。你帮我拿一下。我进去里面洗澡喽。不是放粑粑哦，是放拖把。是放粑粑。乱乱说。好，我们再去前面看。给你拿。爸爸，可是我手上拿太多东西了。没关系，我也等一下，我也帮你拿。在哪里帮我拿？哎，嗯，这个是莲蓬头，这个是放挂东西的。我们再从这里来看。爸爸，这个是魔鬼啊！爸爸，你是魔鬼。你是屁股孩。屁股孩。嗯。这边还有沐浴龙头，单枪的。还有卖什么呢？卖什么？这个是卖臭拖鞋。卖爸爸。卖爸爸。好，我要去前面了。嗯。这里面还有什么呢？怎么撞到我的屁股啊？啊